街坊邻居们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明天要去广州出差，有带东西的吗？你带啊？钱润发，什么钱不钱的？我跟你说，别提钱，回来再说。钱润发，太嘚瑟了呀！啊，我让你出去，待会儿听不懂是不？是我出去待了好大一会儿，刚回来。我让你出去待18年再回来。又咋的了，媳妇儿啊？还咋的了？钱顺芳，你是不是没长心呢？啊，明天就要去广州去给人家上材料去了，你跟谁商量了把钱借小四儿了？10万块钱呢？你上哪儿整去？你没有钱怎么进材料？没材料怎么开工？媳妇儿啊，小四儿是我的发小，对咱们两口子，对咱们全家都挺好的。你说人家有困难了，你说我能不帮一把呀？ 钱顺芳啊，自个儿被蚊子叮的满身大包，还有工给人挠痒痒呢，心咋那么大？出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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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是，媳妇儿，我刚才给小四儿打电话了，小四儿他说他忙着呢，再打催一催，懂不？催啥呀？你说人家又不是不还钱，你说心没长心呀？喂，四儿啊，我是顺芳。是啊，我忙着呢。 忙着呢，出去！忙着，出去！哎呀，媳妇儿，你听我说嘛，不就借点钱吗？人家小四儿从来没长心，你知道吗？行了，你俩别，孩子在这干啥呢？还能干啥？没看见吗？咱家二驴子又撂蹶子了，谁说的？就是爱你，把脑瓜子给我拿开。 能动手尽量别吵吵啊！哟，啊喂，刚子，3万块钱取回来了，那赶紧回来吧，路上注意安全啊！哎哎，大姐，你让我大姐夫取那么多钱干啥呀？不有人要用吗？借人呐？是啊，那么多钱借出去，万一还不回来了怎么办？哎呀，不就3万块钱吗？能还就还，不还就拉倒呗。以后我跟你混了，行啊？正好，算了，我还是看我大外甥。 二妹，你刚才听见大姐说啥了没有？听见了。3万块呀！啊，说借就借了，不还就拉倒了。这是我大姐吗？哎呀，你先别管事，你大姐了，你先管好你自己吧。哎呀，媳妇儿啊，有一句格言你记着不？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这就是说我呢，现在啊，看似我已经走向绝路了，马上就会有转机。 不是，转机在哪儿呢？我去买张彩票，肯定中奖。等我的好消息。回来，是不是疯了啊？买什么彩票啊？媳妇儿啊，买彩票就是个概率。我告诉你，这我不是吹，我看看这一期一等奖的号码，我就马上就能分析出下一期的中奖号码。我看你就是在吹呢。你看我咋是吹？哎，你等着啊。 我看看啊，上一期啊，上一期是3829679999，这是上一期的。我看，三八二九六七九九九九。哎，这号听这么熟呢？当然熟了，不光你熟，我也熟啊。前面这一组数字是大姐、大姐夫、妞妞的生日，9999是咱妈的生日。哦。 对不对？咱爸咱妈那是1天的生日，9月9号吗？对对对对对。最可笑的就是咱大姐，我大姐守着这个号码守了3年啊，天天买这个号啊，一次没中啊。<笑>哎呀，这回又是这个号。<笑>他中了。他中了。哎呦，我大姐。 我说他怎么说话这么硬气呢？是啊，我说这啥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啊，这个号码如果中了的话，还有个特别号码，啊，如果也中了，那就是特等奖，那老多钱了，就算是二等奖也老多钱了。老公，媳妇儿，大姐，大姐，干啥呀？大姐，我这干活呢，来来来来。 大姐，你现在这个身份，你不能干活了。对呀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干活看在我们眼里，却疼在我们心上呢。那，你是不是刷碗去了？对呀。哎呀，大姐呀，凉水呲在你的温柔小手上，我这心疼的不要不要的呢。嗯。
我这不有胶皮手套吗？胶皮手套能阻断凉水，温暖不了你的小心脏啊。对呀，说法你说的对呀、啊、赶紧抓紧时间干活去。我刷碗。等会儿。哎呀妈，你俩给我整懵了，今啥日子呀？大姐，你快过来啊！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，明天我要去广州出差，我就要给你买一身新衣裳。大姐，你要什么型号的？你看好好的给我买啥衣裳啊？哎，必须得买，在我大姐夫眼里，你那婀娜的身姿必须配件好衣服。大姐，在这个家里，谁的衣服我都不带带的，必须得给你买，因为你在我们家那就是天上的星星，翱翔的苍鹰，泰山顶上的青松。顺风啊，你给我买的衣服我不白穿啊，你告诉姐有啥事儿要求大姐的。大姐上道 啊大姐你快过来。来。大姐、啊、我问你一个事儿啊，你是不是今天买彩票中奖了？什么彩票？你看还装呢，演技那么好呢。哎呀，那我给你说个号码啊，3829679999，这个号码熟不熟啊？这号我守了3年了，可是一次也没中啊。这回是不是中了？中啥了？哎呀，叔你演技最高，还演不知道的样子。我真不知道，你说我知道我能不买吗？是不？你没买呀？妹，这两天都是老爸出去买菜，我哪也没去。不是，大姐呀，这节骨眼上你让老爸买什么菜呢？大姐呀，我发现了，你就是没有这个命啊。新衣服也别给你带了，刷碗去吧。喂，老伴儿，那5万块钱取来了，行，拿回来吧，道上注点意啊。哎，你们两口子在这干啥呢？哎，你大姐呢？刷碗呢。啊，一会儿她出来，你告诉她啊，昨天我不替她买菜吗？剩2块钱。我就做主了，按照他以往的号给他买了张彩票。爸呀，你帮大姐买彩票了？买了。还是按大姐以前的号买的？就他们一家三口，加上我跟你妈的生日，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爸爸，你请坐。我坐着呢。站起来，坐这儿。不是从那儿挪事儿，你说我这老腰受不了，腰很好啊。不是，表示是。爸，你腰疼啊？啊，我给你揉揉。这个部位叫肚子。对，肚子能辐射到腰。哎呀，爸呀，你看你这身肉多可爱。什么意思？嫌我胖啊？胖是福分呐、啊。你有福分，我大姐也胖，我大姐就没有福分。哎呀，我大姐什么泰山上的轻松啊，那就是马勺上旁着一个大马蜂。哎，陈小凤，这个人我招你了。我你一点福气都没有，你看看爸，哎，就买了一张彩票中奖了。什么什么玩意儿中奖了？爸，你不是按大姐那号买的吗？啊，中奖了。还演呢。来，爸，你刚爸呀，告诉你个好消息。你说，明天我要去广州出差，我要给你买一身新衣服，要什么型号的？顺风啊，哎，你可好几年都没跟我说这句话了。爸，给你买件新的。爸，不是什么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啥意思？这顺风吧要进材料、这资金吧有点问题，然后您把这彩票兑完奖之后，您看您能不能？哦，你说这彩票中奖了？对，这个彩票吧、是用你大姐的钱买的。中了奖，这个奖金也是你大姐的。那个你拿好了，别提了。大姐啊。大姐，哎呀，别叫那么好听，我就是那大马蜂。哎呀，闹着玩闹着玩。哪有这么肥的大马蜂？行了，你俩我还不知道啊。等这彩票兑完奖，你俩有啥困难，大姐帮你们啊。放心，你好，大姐。哎、行了，别捧我了。行了，哎呀，爸爸，哎，爸啊，这彩票是用您和我妈那个生日买的那个后四位数？不对，这四位数就是我跟你妈的生日。哎，这后边也不是九九九？怎么不是？
爸妈的生日你都记不住了，爸妈是一天九月九号九九九九。你说那是阳历，我按阴历买的。爸爸，谁允许的？谁允许你私自修改号码的？不是，你说你大姐按照那个阳历买好几年也没中过呀，我一想我改变一下思路呗。你这不是改变的思路，你是改变的我的命运呐、啊！老公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、呀，哎呀，咱家今儿个人挺齐呀、啊。妈，马上就不齐了，再见。哎，孩子，干啥去呀？我要去浪迹天涯。为什么？都是彩票惹的祸呗。哎呦，彩票啊！哎呀，啊，大明丽，我想起来了，昨天晚上妈路过彩票站，买了一注彩票，人家都知道你喜欢这个号，我就照这个号买了。你看尾数四个九，哎呀，真的，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妈妈，妈妈，啊，不是，妈妈，咋回事啊？妈妈，啊，那咱我先看看，我先看看啊。对对，这个数，哎。38296799999，对了，特别号码，一，中奖了，耶、yeah! 啊！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终于中奖了。二米粒啊，给妈跪下。好嘞，哎，等会儿再跪。来，让我来宣布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。太不容易了，太不容易了、哎，快快快！哎，等会儿啊，不，这个中奖的号码。中的这不是第885期大奖吗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妈，你买的这是886期，还没开奖呢。对、啊，妈就是买的最新这期，人先头的都开完奖了，人也不卖我呀。天哪，玩我呢？让天上的雷劈了我吧！顺风啊！平时你拿买彩票这玩意儿也不当回事儿，今儿个咋的了？这是啊，爸爸，不是这么回事儿吗？这顺丰明天就要拿这10万块钱去广州上材料去，结果他把钱借给小四儿了，也没还呢，他就合计买张彩票把这窟窿堵怼上吧。啊，你说你们一个个的，一会儿中一会儿不中的，你玩死我老公了都。顺丰啊，哎，你大小也是个老板。区区10万块钱，多大个事儿啊！就是，哎呦妈呀，10万块钱在我们家不是个事儿，我做梦呢吧？顺丰，不瞒你说啊，我们大伙儿帮你张罗了10万块钱。顺丰，我跟刚子啊，给你准备了3万，一会儿把钱取回来就给你啊。顺丰啊。我和你爸给你准备了5万，在我包里呢。还有我也贡献了2万，加一起刚好10万。你这个难关，全家人帮你渡过去。对。妈妈，哎，好孩子，谢谢爸，谢谢大姐。哎，就不谢我是不是啊？谢谢小姨子，不客气。哎，这啥呀？四儿，哎呀，四儿啊，刚才我给你打电话，为啥老挂我电话呀？啊，给我凑钱呢？不是，我刚才给你打电话的意思啊，就是10万块钱嘛，你能用就用啊，该用用，有就还，没有就算了，啊，有钱，又吹上了。街坊邻居们，我这是吹吗？是，我得吹呀、啊。我有这么一个幸福美满的大家庭，我最大的财富啊！